不是，上回吃完了。小花，别睡了。大家好，林夕，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！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早就跟公司说了啊，我就适合搞一点研究工作什么的啊。行政工作我搞不了，赶紧派个人来帮我这个组长换了。把你派来了，太有太好了！<笑>虽然我是组长，但您是前辈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哎呦，<笑>林总监以后多多关照啊。没话钱，叫我林夕就可以了。那我叫你。 林组长吧，都行。那咱们先去开个会吧。怎么，有问题？这几个会议室都没有录入我们的指纹。我们的级别进不去。谢谢，您的位置在这。 三组手头上目前有什么项目？主要是旅行家鲍勃先生的环球旅行期刊，一共上中下三册，我们各自负责一册。徐老负责欧洲篇，美华姐负责澳新篇，我负责亚洲篇。鲍勃先生是很知名的旅行家，他的项目为什么会在三组呢？按理说是轮不到我们的。 但是鲍勃先生团队是出了名的矫情，没有人愿意接他们的项目，所以之前美洲篇跟非洲篇是一部负责，一部都是大神，也来来回回修改了4次再定稿。那现在你们各自的进度怎么样？我这里搞定了80%，我大概完成了30%。我大概一半吧。截止日期呢？啊，到这个月底。月底，现在已经月中了，时间是蛮紧的，但我们会尽快的，还要留出一周的时间审稿校对。 有难处，林总监，林组长，您找我，帮三位老师录一下会议室的指纹吧。嗯，好，三位老师请跟我来。怎么样？第一天还适应吗？一切顺利。 晚上我下厨，想吃什么？满汉全席。美华姐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家阿花胆子小，她离不开我。明天我能不能……不行。美华姐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是孕妇，我不能碰猫的。我会把它关着的。可是猫毛会到处飘啊。 一只猫身上有多少公型虫，你知道吗？万一我的宝宝有个好歹，你负责吗？哎哎，小陈，哎，别激动啊，别伤了胎气啊。徐老，啊，还有你啊，你能不能别再室内点香啊？说是安全性很高，可是我闻着就是很难受啊。哎呀，小陈啊，这可是二苏救局的香啊。 里面的檀香、乳香，啊，哎呦，对孕妇都是很有好处的。我，好，那我明天就换鹅梨帐中香，很香甜的，你肯定能习惯啊。林组长，哎，你评评理呗。是这样的。 一个呢，非要在办公室点各种古怪的香；另外一个呢，总是想要把猫带到办公室。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如果猫要来，我就只能申请休长病假。夕姐，
我家那几个宝贝都放在宠物旅馆了，阿花她体质弱，看不到我会绝食的。哎呀，我年龄大了，有时候工作起来，哎呀，实在是有点不能得心应手。这几个古法香都是医学院的老教授推荐的，提神醒脑，还能稳定情绪啊。林组长，你就说句话吧。 要不这样吧，大家对我们鼻翼三组有什么意见啊？不满都写下来，写下来之后呢，咱们再商量具体的对策，行吗？哎，好，林夕。 这么过来了，我刚去楼下拿快递，看见有一个你的，我就顺便帮你拿上了。哦，帮我放这儿吧，就。嗯，好。好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借用一下。哎，梅花姐。啊。 这你买的呀？那让你破费了，这。没事儿，那个大家的意见表还真是。林组长，我写的都是很务实的，咱们口译部的小王、行政部的小马都怀孕了，而且还有很多同事也在备孕，所以这个孕妇专用的母婴室，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。嗯，徐朗，您是需要一个翻译助理是吧？啊，哎呀，林夕。 我是知道我们鼻部没有招聘名额了，哎呀，但是我这个年龄，这，哎，要不算了，不为难领导了。没事没事，先放我这儿。希姐，我要求不多，在办公室安一个猫爬架就行，费用我自理。我让你提工作建议。这就是我的工作建议。 第一天上班是处理工作，没想到是去当居委会大妈的。哎呀，看来你这个新地图难度不小啊！哎呀，不到5点呢，陈美华就说自己腰酸背疼，先走了。林峰也说自己要去宠物旅馆接自己的猫猫，也走了，只剩下年过花甲的徐老。 过来问我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吗？我的天哪！我当时就觉得，如果我给徐老布置了什么工作的话，我完全就欺负老年人嘛！哎，在武侠小说中啊，一般主角都会拿到最烂的那个副本，然后一路打怪升级，最后称霸武林。你要是能把他们带成精兵强将，哼，那才能凸显你的主角光环。 他们都不差。林峰呢，聪明机灵，还是英文、经济双料硕士，而且还辅修了生物学，算是标准的斜杠青年。陈美华呢，做事有条理、细心，而且呢，经济的翻译算是他的强项。徐老不用说了，笔译的大拿。 每年都要参与翻译协会的各种会议，还要定制翻译标准，他们真的都很厉害。哼，这听起来扫地僧的配置。嗯，一个扫地僧还好，三个扫地僧，那就是鸡飞狗跳的旅程。需不需要帮忙啊？
不用。经过了陈文的事情，我想通了。其实 KPI 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吧？吃饭。我饿死了。你吃什么呢？我也饿了。请坐。庆祝林组长第一天工作顺利。说这全年的奖金都没了，只能靠基本工资。而且他还说，你没有存钱的习惯，也没有向家里要钱的习惯。怎么了？那你有钱付房租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住我这儿啊，我勉为其难的收留你，不要房租。真的，想得美。原来今晚这顿是鸿门宴。嗨，想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让你住卧室，我可以睡这儿啊。好，你确定？也可以不确定，可以商量。可以吗？好好吃饭。